在极高海拔搭建气象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，需要克服极度缺氧、低温和大风等困难。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有一个特殊的使命，就是在珠峰从海拔5200米到峰顶之间要架设8个梯度的自动气象站。去年5月份建成了3个，那么另外有4个气象站呢，是在这一次的科考当中建成的。今天8830米气象站也建设完成了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。